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九十七节，有四句：指天地一阵披怀，因神明而见未似。这两句还是属于前面一段无忌惮之物，后面这两句是欲后悔假借不还，这以下了是不仁恕之物。那么前面两句的意思好懂啊，就是我们世俗一般讲啊，发誓啊，读咒，求神明啊来作证啊，自己作恶多端啊，还以为自己所行呢都是正法啊，可以对治天地神明的，这个恶很大很大。这个小注里头说得很好啊，天地无私，神明正直，顺吉逆凶，其因如想。这个四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前面我们读过聪明正直之为神，你真正明了之后啊，才晓得我们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天地神明。佛家的教学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很多，诸佛菩萨教学的内容不外三桩事。第一桩事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我们应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顺，这个顺里面的学问就大了。事法道德仁义礼，与这个相应是顺的，你得的是福啊。与这个相违背，你所得的是凶灾啊。这个诸位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啊，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点，现实社会里面，尤其显著，但是也有作恶的人，他现在享福啊；行善的人啊，现在在受苦受难啊，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对于善恶报应就存了怀疑的态度了。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明白，坐卧的人现在还享福，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他的余福没有享尽啊，是这么个原因。修善的人呢，现在还在受苦受难，他前世所修不善的余殃未尽，因果通三世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佛在经上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啊，今生所受的，前世所修的；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啊，我们在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现在是造因呢，果报在来世啊。如果这个因力量很强，这一生呢也能够得报。你可以努力去修行，你的命运会转掉啊。大家读《了凡四训》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前世了凡先生前世所修的善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努力修学，这一生呢就改变了。佛家常讲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这一生就转过来了。这一生转过来，在佛家讲是花报啊，花报好，花报殊胜，他来生的果报那可想而知啊，来一生的福报必定比这一生福报殊胜多多如果这一生作恶而不改，纵然过去生中的余福还能维持衣食不缺，可是这一生寿命尽了，来生的苦报就不堪想象。世间人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呢？不学佛法的人想不到，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也不能接受。其实，真正学佛的人又有几个有这样高度的警觉性？为什么提不起警觉？迷于现实环境，这个很可怕，很可怕啊！所以为什么经天天要读，道天天要讲，没有别的原因，唤醒我们觉悟而已。自己做错事不承认，还可以发誓赌咒，祝佛菩萨神明来给我们做一证，哪有这种道理呢？这种的心行极大的恶，
天鬼神来给你做证明，证什么？证明你作恶多端，证明你作恶不知悔改。啊，前几天一些同修来见我，啊，问我一个问题。南投普里一带佛法鼎盛，庙宇林立，是台湾佛教最殊胜的一个地区，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地震？于是大家对于佛法了产生疑惑了。佛法不灵啊！这个还是度经太少啊，文法不够啊。你不了解其中的因缘果报，绝对不是说盖一个寺庙塑几尊佛菩萨的形象这个地方就灵了，没这回事情。谚语常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是这种道理？佛法兴不兴盛在人心啊，人心向道，佛法就兴旺了。过去古人常讲啊，有庙无道，不能兴教。那个庙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一个真正修道人？你说这个庙里那么多人，个个人修道难，那不容易，总得有一两个真正修道的，这个地方就有福了。如果一个真正修道的都没有，灾祸不能够避免。所以要问呢，有没有真正修道？诸位从这里去观察业因果报，你就明白了。我也跟大家举个例子，参云法师住在南投，也住在这个地区，为什么他的道场没死？你们不去想想吗？上一个月，世华印刷厂的老板到此地来看我，给我谈到前些年他们在三重的仓库邻居失火，附近的房屋全部都烧掉了，他的仓库没事，他的仓库在失火的当中，那个火四周烧掉了，独独他的仓库没烧。不可思议呀，他仓库里放的是大藏经，就是上一次跟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合印的1000套大藏经放在那个地方。正法所在地方啊，龙天护持啊，
啊，所以他相信，啊，他给我们印佛经，成本都定得最低，啊，他晓得做好事，有好的果报，啊，哪里会没有感应？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尤其从中国传来的，啊，常常中国的同修到这边来，给我们讲许许多多不可思议感应的事情。问题你是不是真修啊？啊，出家穿这个衣服没用处啊。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成佛吗？啊，谚语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啊，这一句话意思我们要懂得，什么人下地狱？出家人下地狱。地狱里头出家人最多啊，所以我不劝人出家啊，何必劝你堕地狱啊？出家人为什么会堕地狱呢？我们这几天也讲过几次，出家人是佛菩萨的形象，是佛菩萨的代表啊！你能够让社会一切大众看到你恭敬赞叹，你是替佛像贴金的，好的形象啊！你有无量功德，你要是让社会大众看到你，批评你，指责你，那就是让社会大众因你而侮辱三宝，这个罪过就堕阿鼻地狱了啊，并不是说你怎么样破坏佛法，你的形象坏了，招牌坏了，出家人是佛菩萨的招牌啊！由此可知，出家人形象重要啊！大庭广众当中，我们保持好的形象；没有人的地方，也要保持好的形象。为什么？有鬼神见到。鬼神要瞧不起你，鬼神要侮辱你，你还是破坏了三宝形象。啊，不是说没有人的时候啊就可以随便一点的，还是要堕地狱啊。佛教化众生不是一个地区啊，不是一个小范围啊，我们常常在经论上读到啊，佛伟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佛是普度众生的啊，我们归纳起来讲，十法界众生，佛是普度啊。佛的弟子，十法界的众生都尊敬啊，所以他看到你这个形象，值不值得他尊敬？持戒修定。依教修行，我们常听祖师说，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鬼神拥护尊敬你，你这是佛弟子，你成就无量功德。
如果你放逸，你随便，不守戒律规矩，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你就破坏佛法的形象，将来堕落阿鼻地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堕落的，你说你可怜不可怜？今天这些出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冷静反省佛的教诲，我们做了几句我们念念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在社会大众当中以为自己是代表佛法共高我慢轻视信徒实际上呢，我们的行持远远比不上在家人，是从前黄念祖老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颠倒了。古时候，学佛修行论成就，出家男众第一，排名第一了，成就最多，其次是出家女众，再其次是在家男众，最有幕后的是在家女众。这是古代啊，无论是论质论量都如此现在这个时代了，颠倒了他讲的话没错，我们细心观察一念佛往生而论，在家女众最多，其次是在家男众，再其次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现在世界颠倒了这些话深深值得我们反省检点，我们将来到底想到哪里去如果想还是想到地狱，想到恶鬼畜生，那就好，你就可以随顺习气随顺烦恼。你要想不堕三途，超出三界，你要不守规矩，你决定办不到。印光大师大慈大悲也教我们学习了凡四训，教我们学习感应篇，学习了凡四训的目的在哪里呢？深明因果，目的在此学习感应篇的目的何在呢？不堕三途所以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这些教诲善的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做到几条？恶的我们犯了多少所以拿感应篇呢，仔细对照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明白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应足视线在末法了，大慈大悲也
用这两样东西来帮助我们反省检点。如果我们要漫不经心，不把这个教诲当作一回事，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句话，肯定堕三途。现在还是个人样子，转眼呢，三途去了。这个地方当中这两句话，顺吉逆凶，其因如想。其因如想就是讲的报应呢。我们根据经教编定的净宗修行守则，诸位如果能将这一百多条每一天反省都做到了，你决定得生净土，分量并不多，我们要认真干了，做不到，这一生当中，纵然一天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古德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往生净土，不在你念的佛号多少。要在你心地清净，心净则佛土净。要在相应，阿弥陀佛世尊的教诲，我们做到多少，是从这个地方而论的。不是说我每天拜多少佛，我念多少佛号，不在此地。你看偶业大师给我们讲，往生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深浅。功夫是什么？功夫是清净心、平等心，这是功夫。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着眼。千万不要误会，不要错过。好，今天时间到了，这就讲这两句。